我们一定要了解忧郁是哪里来的。忧郁就是你没有具体的东西，你就忧郁的。我小时候也看到鬼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自来水，都是跑到外面去用桶把水一桶一桶吊起来，从井里面把水吊起来。那我去吊的时候，远远看到一个鬼，我东西一丢就跑回来了。我说有鬼有鬼。我爸爸说世界上有鬼吗？我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到了。他说我跟你一起出去看看鬼在哪里。他跟我出去，我怎么看就是没有。我爸爸就跟我讲，以后你如果看到鬼你不要跑，你一跑你就是真的有鬼的，你就瞪他一眼，看真实的根本就没有啊，就是你自己幻想啊，你自己怕自己嘛。所以我现在养成习惯，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一眼没有了，看那一眼啊，原来是树影子，看那一眼啊，原来那边有人晾了衣服。说清楚，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很具体，没有很明确去看它，去了解它，就开始吓自己了。那怪谁？你要找出真正忧虑是所在。所以我希望你担心、害怕、盲目的不知道你什么忧愁的时候，我建议你拿一张纸出来，拿一支笔，我到底忧虑什么？我到底忧虑什么？忧虑会得癌症，我就去检查吧。忧虑人家抢我的财产，那我就想办法把贵重的东西存到银行里面去吧。我到底忧虑什么？当你把你很具体、很明确的忧虑的事情把它列举出来以后，你去解决，你就没有忧虑。有什么忧虑？没有，整天哦，怕这个，怕那个，那你是自己吓自己。世界上就算有鬼，你也看不到，你没有那么好运气的，怎么会被你碰到呢？你要深入去分析，我到底是怕什么，我到底是担心什么，你把它找出来，能解决解决，不能解决那更不用怕嘛，你怎么好怕的？我们也建议各位，你从正面来感受，你就不会忧虑。任何事情都有正面，都有反面，它都有两面。当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你舍不得吃，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忘记了。等到你发现拿出来以后，它这个可食的、可用的有效期已经过了，你就觉得很划不来，好好东西这样子。这就是负面的思想。你马上用正面思想说，你摆在这里，我就少吃了。可能我当时吃下去，我反而受害了。那你丢掉以后，你一点不伤心，你会伤心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老用负面的思想，每样东西都是想坏的，从来不想好的。我们不要担心世界有没有末日，不要担心，因为这个是死无对证的东西。但是我劝你用中国人的方法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中国这个很厉害，就是我相信他有，我不相信他没有。因为相信他有，我会提高警觉，我会好好去防范。如果说没有，那一旦有，我糟糕了。我们对那种没有办法去论证的，没有办法去证明的，我们的态度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你碰到菩萨的时候，你就跟他打个招呼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都可以。实际上拜有拜一套很严谨的，但是我们都不太在乎。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吧。我信其有，我不得罪你，因为我得罪不起，但是我不会迷你啊，因为到底有没有我怎么知道？
西方人不是，西方人要么就信，要么就不信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也不会相信，也不会不信。跟他打个招呼会怎么样？最起码不得罪他，那自己说完全相信他，算了。这才是中国人的态度。提醒自己，不要长期的把焦点注意在那种使你担心害怕的地方，你只要一转移，你就忘记了。有病要忘病，病才会好。没有病也会想出病来，因为心想事成。哎呀，我这么累，可能我的肝呢、已经不行了。哎呀，我会不会得肝病？哎呀，那么多人得肝病，我大概也逃不了。那你就真的得了，你一心一意想得嘛，他当然跟让你得了。其实我这个人是不会这样。你看，我看到老人家坐轮椅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我这辈子不坐轮椅，我不坐吧。你们要坐，你们坐吧，我不坐，可以吧？尤其你看，要上飞机的时候，他们坐个轮椅就先进去了，我们没有坐轮椅，还在后面排队。那你会想到，哎，我也搞一个来坐一坐，那你就真坐了。我才不会占那个小便宜呢，我不坐，我就不坐。我就不会做，那完全你自己在操控嘛，你干嘛怨天尤人呢？